现在在的地方叫做 Capitol Hill， 应该是还是 Capitol Hill。这地方真的超美的，还有我很喜欢的山啊，然后还有很多石头，然后还有很多的牛。有机会一定要再来这边一次，拜拜。现在在爬山，这里是中途的停靠站，觉得还不错，就下来爬一下，有点喘。我刚刚试着从下面那边爬上来，这算是我在这趟纽西兰旅程当中算蛮开心的一段路。我觉得纽西兰对我来讲是一个我很爱的地方，虽然我只有来这边短短这段时间